言承旭即使已经42岁了，还是超级帅。日前出席金曲奖担任颁奖嘉宾，蓄起小胡子，颓废形象又甩出新高度。已经4年没有作品的他，确定接下新工作啦。而且这次合作的对象是演出《新流星花园》走红的沈月，这消息一出，网风是道明寺配三菜呀。只不过言承旭是老板的道明寺，言承旭跟沈月相差20岁，搭档演爱情戏 CP， 话题十足。还有粉丝找出两人一同上节目同框画面，几乎外表没有差很多，也有被形容是老板道明寺配新版三菜。但更多粉丝是期待的直呼道明寺真的合体三菜有新作品啦，这组合真的很有看头哎。言承旭靠着流星花园走红至今，现在又有这个跨年代组合，想必会再掀起一阵话题啊。非凡娱乐这里报道。